Hello， 我刚刚一度找不到，我把我自己的平板丢去哪里？早安呐、啊、！Hello， 跟大家分享我的化妆包。今天有点近，因为我刚刚慌慌忙忙的把平板往桌上丢。面包没挑走几项吗？是有预计几项要给面包，但是不瞒各位说，就是品项有点多，所以我还没有把他们从公司拿走，太女生了。哎，不是，我是认真的。如果你们有要买相关品项的话，要先问我哦，要先问我好不好哦，要不要买这样啊，我会告诉你们肯定是要买啊之类的。大家记得先问我呢。7月1号知道位置了吗？你要，如果是1到3，他那天是怎么样跟你们说的？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怎样？你们知道的资讯是什么？目前缺个里面没有钱，可以装可爱的钱包吗 ？Hello， 硬壳箱跟化妆包。那肯定是化妆包啊，肯定是化妆包吧？硬壳箱你要拿来干嘛？背出去吗？背出去的话，我觉得化妆箱比较好。我就觉得它在动，当椅子。硬壳包可能也没办法当椅子吧。谢谢天灵带我去流浪。开场表演开球1至3局应援，1至3局应援没办法确定。开场表演的话，基本上应该在我的左边，就是你们的右边。然后那个1到3局应援这个没有办法确定，对，因为这个是当天确定的样子，好像是。开球的部分应该就没有差了吧？开球的部分对你们来说没差吧？盖亚记忆体是什么？当天才知道，基本上应该是当天才知道。至少我们现在不知道，就算不是当天，我只能跟你说，至少我现在不知道。我画的就是牛，不是啊，你看我自己有放那个 emoji 也是，就是有一个大大的嘟，不是大大的牛鼻子，大大的牛鼻子，大大的牛鼻子，对吧？没有，我现在没有指龙为牛，不是，我没有指牛为龙，也没有指猪为牛哦。它就是牛。B 的位置是什么？骰子猪，骰子牛。我已经画牛角了呀，我已经画了。你们这些人太不厚道了吧？我明明就是画牛啊，你们现在看我画了这么多次，难道还分不清楚我画的东西吗？我要跟你们说，但是硬壳化妆箱唯一没有这么，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到那么高品质的部分，就是它里面贴的镜子是就是脸会变形的那种。不如我今天画画你们猜。我没有准备，我只有家里才有那个画板，我之前为了直播而买的白板。晚安啊，我已经开始出游了。
要画点什么？我想一下，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画？我好像只有笔记本可以啊！我戳到我的腮红了。我好像只有笔记本可以画。自画像，我很常画自画像吧？一碗面呢？哎，对哦，是熊熊腮红。噔噔，我忘记它是牛奶巧克力色。今天的打扮好用心，没错，今天是这种少女出游的造型。今天打扮好用心，好喜欢，好淑女，好高级，哈哈哈哈，好高级。不是，它不是开箱花知晓的这一期，它是在更之前。我真的觉得那都很臭。棒球场怎么念？野球球。哎妈秀！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然后有一些饭店的早餐区会给纳豆，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很喜欢。日本偶像啊，日本动漫啊那些的，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你知道有点崇洋媚外到觉得我一定要喜欢日本的全部嘛，就我很想住在这边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会很喜欢吃纳豆，因为我真的太喜欢日本了这样。然后我就去早上就去拿了一碗纳豆，他们那种纳豆就是纸杯子，然后上面有封膜这样。然后就想说，我一定会喜欢吃纳豆，我一个这么喜欢日本的人呢，这样。然后我就打开那个，那叫什么？上面的那个封膜。然后就想说，其实味道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重，因为刚开始你还没有搅嘛，就还好。然后后来我就拿着筷子想说，好啊，我要试试哦，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捏，然后我就说，哦，不对耶，那个味道真的。越重就是会飘上来，你在转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往上飘。然后我想说还行，就是味道可能就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可能没有那么香，但是说不定吃起来很香。然后结果我就吃了一口，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咸，然后有一种台语有一种臭扑鼻，就是它有一种，它真的是咸的，它就是很微妙的，我说不出来，因为其实台湾好像口感也不是很秋葵，可能有一点像秋葵，没味，要加白饭吃，可是它就是对，它就是很奇怪的味道啊。那对对，那对，真的就是日本人爱，可是臭豆腐台湾人基本也都爱吧，对不对？大阪弥生轩吃的不臭，但也是咸，就是真的。我上一次吃的，包含这次 Soul Desu 那部，原来日本流行纳豆，我吃的那一口，我也真的觉得很咸，但我觉得这一次的没有我第一次吃的难吃。可能因为他们这一次吃的那个好像听工作人员说是从唐吉诃德买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比日本在地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点点。晚安。我觉得第一次更难吃而且第一次我们就是我吃了一口之后，我想说我好像真的不行我还很震惊，然后我想说我居然有不能接受的日本的食物，我那时候很 shock， 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的问题，说不定是因为我挑食，我就给我妈也闻了一下，然后给我爸也闻了一下，他们都说真的不行，所以那个纳豆最后被浪费掉，但真的很抱歉，就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吃下去。有我的小颗粒是什么？有我的小颗粒怎么了？我碎掉了是吗？我妹今天生的孩子已经是命中哦，叫陈恩雅。但我真的是要讲一次 ，Sonnet 又把我的名字打错，但是我还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所以我就还是没有讲。证明我不是日本人。
好吧，我还是蛮自豪的啦，就是身为台湾人还是蛮自豪的，就是对。有的我知道，我知道各位酱油们通常都会非常勇于奋战。下午就改了，对不对？那早上看的时候，中午十二点看的时候还是哑了。但我是时候应该要来精选一下，放在限动了。但因为我今天有工作，我就没有在外面截那个节目内容。那都跟荞麦面，我要跟你们讲，就是其实也不是所有荞麦面都非常的好吃。没错，本周六7月1号在新庄棒球场为富邦悍将的主场开球，主球是什么？以后可以看到啦，以后可以看到，但应该不是你们很期待的那种。对，蓝山第一次，我的球衣背号为48，你怎么知道？有吗？我有这样说吗？我的球衣背号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一定的吧？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我的背号是48？我也有可能是21啊。对吧？我21号生的啊！你不要丢地瓜球，地瓜球应该比棒球还要难飞的远吧？你的新粉后天20岁生日，科学家生日快乐！后天生日算是6月30吗？哎，那你7月1号要不要来看我们在富邦跳？你刚生日完就可以看到近距离的我们哦。怎么样？日本人不喜欢吃臭豆腐，台湾人不喜欢吃纳豆。但是我发现好像我目前还没有听过日本人不吃纳豆，但是其实听过还蛮多人觉得那个臭豆腐不好吃的。后天要抢票，哎，大家都有顺利抢到手牵手的票吗？面面那都是初体验，不是耶。我之前在日本有吃过一次，那次就知道了我没有办法吃。公也没有抢到，但是这一次好像礼拜六的场比较晚卖完。我有看到人家回报没抢到礼拜日，但是抢到了礼拜六。日本节目上也是不看过不少不爱纳豆的，那事实证明就跟臭豆腐一样嘛。公演要抢到 P 组的，给别人去。赤城代表那个我知道，等一下我知道，美。哎，等一下啊，四个字。四个字，我知道，很百变，然后很好笑，然后很有实力。哎，对，渡边直美吗？好，不是渡边直美吗？赤城代表是渡边直美吧？不是这个吗？三个，那就啊，那就是 AKB 的是吗？AKB 的赤城代表啊，是冈部凌，居然吗？那个曾经拯救了我们奇怪生物奇怪的，我忘记那只生物被定做是什么吉祥物是吗？何承寿曾经拯救过何承寿的前辈。对，齐美拉，何承寿吉祥物。吉祥物说来我自己都觉得惭愧。没有啊，他合成的很帅啊。但是讲到赤城，对不起，因为对，就是之前那个渡边直美的广告，连台北捷运站都到处都是，所以我现在对赤城满满的渡边直美的印象。哎，我有穿过哎，但是。
穿去公司两次，然后两次都被问说为什么要穿这么丑的东西。但是我有很生气的说，要是我不穿，还有谁会穿出来呢？我说这可是我们一起生出来的应援的吉祥物啊，这是我们 HRBS 很重要的吉祥物，你们知道吧？然后他们就说，好。我努力了，我真的有在穿它，我真的有，只是我要学着不去听别人的这个意见。我要开始拒绝大家的那个给我的回馈。舍面其谁没错，除了我以外还会有谁穿呢？是不是？对了，我今天要分享神木龙之介，我神木龙之介的东西在这吗？好，先跟你们看一下哦。这个蛮好看的，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推荐啊，光庭跟益生菌很适合带小孩子去看。好，先让我找到什么文件。哎，还有这个，我去日本买的，听说很难吃，但是大家都在做影片的那个，我今天来拍一下好了，就是。听说很难吃，但是很流行，日本年轻人超喜欢买来吃的很难吃的地球。对，说不好看的没有啊，它也是伤到我的心耶，其中至少也是我创作的。对啊，你居然有买这件，我们也不敢自信。我好像基本上除了明月有穿过来以外，我好像没什么印象，有很多其他的人穿了那件出来。它很大颗，哎，还有可以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黑铁的鱼，到底在哪里啊？什么笼子借我放吗？哎，还是在家？我有带过来吗？没，啊，有哎，找到了，这里，一口吞。不是，它好像不是一口吞哎，但它是 candy， gummy candy， 但是我看人家好像是一口塞，没错。啊，他说会有地球的味道，这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哎。我可以，我今天结束有记得的话，我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它是什么。是空屋的味道。好，先跟你们说，七月哪边怎么样？两边都一样，就是七月六号正式上映。我现在拆一个给你们看，《黑铁的鱼影》，希望大家可以多进戏院支持我们家小哀。我不跟大家站派别，只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看。反正大家只要进戏院，就是在支持小爱，所以只要去就对了。老板预约好了吗？预约好什么？我已经被拒绝了，李佳丽没有要跟我去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是可以预约的吗？好，不用你的请求。但我已经约好人了，因为先被拒绝了。我朋友拿到徽章在这，噔噔，他说他要跟家人看，对，可以网络定位哦，真的假的？我看一下，先网络定位的话，每一个影城都可以定位吗？线上订票。应该是吧，约个一大早。那可是，像是如果是这种兑换券的话怎么办？就是是有兑换票的，我不知道啊。对啊，我的是兑换券是不是不行啊？一样付定位费就好。啊，定位费很贵嘛。去现场换，那如
果早一点换呢？那肯定是要穿科 IT 的呀。我也是兑换券求解，对啊，怎么办？我这种要去现场换。我人生第一次先买一个预售票，我之前从来没有买过柯南的预售票。兑换券只去过现场，本交换券限一次换票花费使用。本片上映时间为2023年7月6号日起。七月六号日是什么？七月六日起，凡持有本交换券者，得在上映时间至任意播映本片之戏院窗口，依上述规定使用本券，不限任何场次。本券需加盖本公司之印章时为有效，本券不得转卖转售。本券仅用于首轮电影一般厅，不适用贵宾席 VIP、Gold Glass、一堆奇怪的厅。哦，他说台北的大千戏院跟 Movie Cine 哦，我知道那个松仁那一间的微秀名字很特别。他说这几个豪华影厅不能去，现场用兑换券当票钱，还能买预售吗？我不知道哎，还是我卖你？哎呦！我的徽章飞出去了，但是老实说，其实我不知道徽章可以干嘛。我试图要多刷个几次，还可以买，我现在还可以买。我是在全家买的，全家的那个 app 上面买，因为我记得博客来好像比较贵的样子。我舍得卖掉吗？就是其实我不是很擅长保存东西的人，所以我看到这么多勋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转送要罚钱了，那只好转送，是吧？我有三个，没有，我就买三组而已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柯哀的朋友，然后他买了三套，啊，我原本只买两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种东西买多了也没有，就是也没有不好啊，而且买预售票的话，跟现场电影票是差不多钱，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没有特别便宜啊。然后他说还多送那个徽章，那不是很赚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买吧，这样。我们各三套啊，就是打算疯狂连刷，买小垃圾。对，是个很会劝败的朋友，谢了。所以我就被他劝败了三组，然后我现在预计应该至少会要邀请2到3组人马一起去看，那就是约好一起六刷了吧？我不知道他会几刷哎，要先看啦。就是虽然大家都说很好看，但说不定我会觉得不好看，对吧？所以我先进去看个一场，然后一场大概就用个3-4张嘛，所以就再来看看。第三刷有没有必要？二刷为了用完票，三刷的话就是好看。台北地下街 Z 区可以集章换海报，集章吗？集章什么？只有人跟马可以去吗？嗯，鹅，你算是企鹅，算是鹅吗？企鹅算是鹅吗？我朋友好几刷不是一个人看的，我也会跟他再去看一次，没意外的话。好，那我再去看曼宝。曼宝自从上一次对其他的女生跟我们的态度是一样之后，我跟他就不好了。哦，有人偷一张啊！我有看到那个，今天有看到他们官方发说，活动才开始已经被偷2个印章了，对吧？对啊，我最近也一直在吃醋哦，我很会吃醋的，小爱你注意一点了。
你看曼宝，他现在就是到处跟其他女生拈花惹草，我就现在就跟他不好了。小爱，你注意一点哦。你也是那个，这叫什么？你也是醋坛子旁边一脚就可以踢，就可以踢翻醋坛子的那种哦，是不是？不怕？哎，有人说他不怕。没有没有没有，小安，我是醋坛米哦，嘻哈空姐，最近很常听那个噔噔，毕竟我是住在飞机上的女人。好，我要讲那个啦，神木龙之介，大家，哎，今天视网膜又报道，又到羽田机场报道了，我傻眼，而且他还写说达达伊妈卡伊里玛西达。小安如果表示都是他们自己黏上来的，那他更渣了，好不好？你知道有的时候要懂得自己拒绝别人吗？是不是太受欢迎了？怎么想都是我，哎，怎么想都是，这怎么想都是别人的错。开利马西达。然后呢，就是羽田机场，我一到日本的时候，我也是往羽田飞，然后一下飞机到那个要入海关的路上，就会先看到一个很大的神木龙之介的广告，我就想说，我一下飞机我就说啊，差不多了，这一趟值得了，看到神木龙之介。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更厉害，就是我第一天去喜布亚嘛，我先去涩谷，然后。因为那天涩谷下大雨，然后我觉得在涩谷 Sky 上就是有一点略显无趣。后来我们离开之后，就意外误打误撞看到一个展览，然后我想说哦，超大一个神木龙之介，然后我看到隔壁超大一个冰边美波，我就决定要往里面走。然后我就想说，哎，可是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看到旁边写 NHK， 然后上面写浪，我不知道怎么发音耶，浪漫浪。重音在哪里？浪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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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反正不知道怎么发音。反正它是一部现在正在上映中的日剧，但我没看。我知道发音是这样，我知道字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浪漫，浪漫，浪漫，但我不知道应该要。就是重音在哪里？对啊，它是一部晨间剧，然后我就拿到了他的小卡，NHK 小卡，因为我比较喜欢冰，神木龙之介，如果太喜欢的话会被你们当花痴，所以冰边美波就是蛮喜欢的吧，浪漫，浪漫。好，随便，就这样，反正就这样。这是最近在演的一部晨间剧，然后他就是有太大声了，就是他有一个展览，就在涩谷的那个涩谷的那个什么 scramble， 反正就是那个那一栋楼里面早晨的晨间剧，然后它里面就是有放等身的立牌跟一些合照的东西，我就在里面拍了一下。对啊，这首开头太大声了，我落泪。他想要表达他就是情绪非常的澎湃，在涩谷 Sky 的那一栋。那我们都是花痴了吧？对啊，你们是，你们不是吗？然后，但是里面就是好像我大概看了一下大纲，就是神木龙之介。我不知道是穿越还是以怎样的形式，反正就是跑到了那个时期的他们家。我应该是不会去看，但是反正我在那边逛了蛮久的，因为男女主角是神木跟美波，但他是演古代，就是日本的古代，哪一个时代我忘记了，大正吗？应该是大正时期吧。但反正还在演的样子，神木龙之介的。签名，他那个现场还有放他们剧里面的和果子的商店的拍照区跟演员的现场签名，
今天的刘海太可爱了，一下绿了，这样吗？没有，天宇感觉就不会也一下绿，就是天宇感觉就会打满整个聊天室的那种。没有啊，这个隐形眼镜已经用掉一个月咯，目前至少已经有三个礼拜了吧。然后再退下，可是哎，益生菌在吗？光庭应该不在吧？为了生活打拼的爸爸。message 什么 message？message すごい啊！而且我看到冰冰美破那个签名，实在是就是是一个很正式，然后签得很漂亮，感觉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人。就是看签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对啊，神木隆之介去参加有阿收编演唱会，然后被问到的时候，他还问说：“哎，请问这位粉丝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说：“溜那个，等一下，我要被纠正了，什么 Lunosuke， 这样应该有念对吧 ？Lunosuke。”然后他们就对吧 ？Lunosuke。而且其实在日本叫龙之介的好像不多吧，就是鼎鼎有名的龙之介就那个了吧。镜头拍过去是本人啊，而且他还给我戴推巾哎。我因为本人签那个演员签名那块不能拍照，所以我没有拍，但就是是一个蛮正经八百的签名，全场轰动。而且听说那个位置真的是抢票区，就是不是关西席，所以应该对是一般位，等于说那一块不是公关，是他真的自己抢票抢到那个位置，然后还人到现场看。对，是一般观众席的哦，真的。神木隆之介，但是神木隆之介从之前他其实就是宅宅的，不然他怎么会跟本乡周多好成这样？我一开始还想说本乡周多该不会在旁边吧，我还很认真看那张图，看旁边是不是有人，很有可能是小情侣约会去了吧。而且就是他的 otaku 的程度，就是他之前看到佐藤健，简直就是已经是花痴到家的程度哎，就是神木隆之介。还是本校帮他抢的，有可能。他旁边那位女粉的脸部表情，啊，真的假的？我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女粉，可恶。基本上我们神木隆之介就是一个妥妥的女粉。谢谢哦，天宇的美光灯，有，我现在有打光，有感受到我脸上有美光灯吗？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哇！谢谢菲菲伟伟的香槟 level seven， 我是不是有一阵子没讲到菲菲伟伟了？我的朋友们现在在想要怎么样抢一起生的演唱会的票，然后看到是三创之后，他们现在觉得好像很难抢。希望他们可以顺利，他们之前几个月就有顺利抢到公演的票。所以公演抢到了吗？公演是不同批朋友，后面站席啊，他们拜托，他们当然是要那种坐着的啊。他们感觉目前看到这几位啊，感觉就是想要去抢到最前面哦。有女性席，女性席在3500的吗？一天，对啊，一天3500。三创的略小，是真的，毕竟我们成员很多。站席女性在后面哦，不知道他们好像还没讨论出来要买什么票价的位置。我要跟他们讲一下，有女性席。后面平面都很雷，感觉看不到。不行，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
站席的话是指定位置吗？还是要进去排？有买的序号哦，我知道了，就跟之前那个一样，我们去看，我跟一家一起去看那个啊，可能那是 Zep 更大一点，对，我们忍着跑。我们上次是去看七月半，但七月半那次是暂席，可是是在 Zep， 然后也是看买的序号。没有抢的机会，哎，益生菌，我要推荐你带小孩子去看这个。我想问一下，你家女儿多大？因为她其实这部电影蛮适合青少年去看的，青少年跟爸爸妈妈如果还愿意的话。可是因为再大一点的青少年大概不会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益生菌家的好像年纪够小，应该可以。指定坐席，不划位站席。限定女性区，副会场，剧场转播，观众席，好哦。我的朋友习惯站嘛，我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是不会希望他们站着，因为他们身高可能不够，感觉会被你们淹没。对对啊，副会场好有趣。希望可以坐着。为什么要有女性专属的区域？避免，也不是啊，其实对于女团来说，女性本来就会有一些特殊位置。那你怎么不问为什么地铁上面会有女性专属的车厢？这不是差不多的问题吗？第一个点是我们本来就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女犯，再者就是因为毕竟她现在是站席，那女生多数身高其实，对，刚刚有讲身高其实没有那么的高，多数。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站席距离蛮难抓的，优先跟专属不一样吧？地铁车厢就是专属啊。而且我们平常公演就有专属区位啦，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就一直有在做，对吧？对，站席太近了，难免会有身体碰触，所以如果女生可以的话，当然是抢专属位置啊。这个例子偏颇哦，演唱会不算是吗？那只能说。我们希望可以促进更多的女生来看 TP， 这样算是吗？就是因为我跟你说，对，48席一直都有是吗？应该说男犯多，所以女犯有优待，就是想要促进更多人想要来看女，我们毕竟我们是女团，就会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女生喜欢上我们。本家也有女性席，哎，但是我那天去本家，我没有特别看女性席在哪里，哎，他们还是买坐席比较不会那么累。日本那也要抢等你们呢，你们3500的票，感觉就会抢很快。本家在中间的第五排，那只有哎，可是因为本家的比较长，它一排好像比较多。可是我都没拿到优待，因为九蛋，不是姐姐，你要用姐姐的身份去抢啊！干巴爹，干巴爹，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コンサートのチケット。女性席在第五排，中间大概6到8个位置。哎，那我们好像比较多哎。TP 的女性席是不是2排还是3排来着？优待，哦，吓一跳！我想说是我手机发出声音吗？谢谢吉米中的，真的很有惊喜的烟火。我再来看一下那个票的图，就是有限定女性席啊，但价位是一样的。
EFG 的哦，对啊，那我们比本家还要多哎。这几个月女犯好多，真的假的？那有感受到 TP 女犯有明显变多吗？情侣席，情侣席是不是日本有做过这件事情啊？我只知道杰尼斯很多会，就是很多女生会带着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一起去看杰尼斯，然后通常你们看到那种表情非常不甘愿、不甘不愿的男粉，就通常是被女朋友带来的。真的吗？我的女粉好多吗？我的女粉多也不是拿来跟你们搭讪的哦。但我很开心，而且我可以自己去搭讪，我可以自己下台搭讪。就是大家那个要不要给我交换 LINE？ 要不要跟我交换 LINE 啊？要不要？要不要？来来来，我的 QR code 在这边。这个是 This is my cell phone number。好，哎，你看小安，你交的朋友们现在正在出卖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好哎，加 LINE 要。那天看你的三六联名，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在想，接下来做影片的话，我会努力把声音塞进去，但就不能做那么长了。好了，你不要再炫耀了。你有糖糖的赖有什么用？我有糖糖的心哎、欸，糖糖的心在我这，在你那吗？难道？哼，还想跟我比呀、啊？主动出手是不是？零秒出手，零秒出手，小安零秒出手，三下自救，哭了哭了。哎，不要想跟我站，我这里可是哎，我啊啊啊，我要、啊、我，好吧，我那个放在外面，自救应该飞走了吧。我今天打扮蛮可爱的，算了，我下一次再跟你们秀我的尼克跟 Judy 好了，因为我还没有整理，我那天带了一大堆的业配的东西，然后我把它塞在一起，但我还没有整理。可是我一想到我现在要去整理，我就觉得有点麻烦，我待会再去好了。我下一次直播再跟你们分享。没错，真实故事。哎，对啊，三下智久前天在台湾呢，而且还在那个他在那个什么。国宾剧院是不是有那个？因为我们潘咪在现场，拿粉丝信给智久，亲手啊！你看，都已经亲密到喊智久了，亲手给过粉丝信的女人呢、欸？法师好看，如果戴尼克的话，就会被遮住了，你的蝴蝶结。有两场硬后，还有台中，对不对？因为我台北跟台中场都有朋友在。谢谢好好的哦，这个美食列车的部分，难道是头上那只鸡吗？非常积极追星的朋友，我有看到我的朋友转发了一则限动，然后但是因为拍的那个人不是我朋友，但我朋友好像是那个人的朋友，就是在保姆车一下来的第一位粉丝。的超近距离视角，就是门一开，然后是三 P 一走出来，第一位的那个人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我就看到我朋友分享他的限动，超近距离，超近，他为了看三 P， 现在正在吃吐司，真的，因为其实好像蛮贵的那个票价，好像2000多吧，太幸运了吧。怎么这2000多，蛮贵的。我原本有打算去看，但我没有追三 P。等我原本有打算去看，可是后来我原本预计那个时候人应该要在韩国的，后来基于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票太贵了，无论是机票还是那个电影票都太贵了，一切的一切都太贵了，所以我最后就没有。一部分是幸运，一部分是技术，一部分是不要脸。家常在哪边啊？超人会飞。没错，2000连你们站着的票都没有呢，没门。Open。
OpenTix， 你们最近不是都是用 OpenTix 抢票？哎，啊不是，你们是用 Family， 哦，是用 Family。哦，我可是也去 Family 抢过票的女人，而且我还要抢到。是 Family Ticket，我有抢到。我跟你说，那一场我就是我邀请我朋友来，我有抢到哦，我有抢到哦。那我们来开箱吧。逛的时候，他就说你不会买了，我就跟他讲说不会啦，这次不会再买了，我已经就是抱两只春神回家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好哦，很棒很棒这样。然后我们就继续逛，然后后来他就去买其他东西，然后我就想了想，我在台湾都买了。在日本还不买是不是有一点？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上次是不是有讲这个东西好像在台湾买比较便宜？就是日本我买的话是1200日币，然后我记得台湾好像差不多这个价位吧，1200.3，0.23，276。我记得台湾也是200多，可是因为我朋友去韩国，然后。其中一个朋友之前是跟我一起抽我第二支春日神的那个朋友，然后那朋友在韩国就帮我看了一下价格，超贵耶！看一下多少，就是日本果然是就是进口的物品超贵，17000韩币，17000韩币换算台币402台币。我记得好像台湾比较便宜，对不对？哦，那我好算了，但反正就是人在日本，怎么可以不买呢？所以我就还是买了。我知道它很贵，我知道很盘，但是无三不成立。这次我想要把梦做大一点，我想要人形的白龙。我已经看到了，因为韩国有发出来，韩国卖403，很贵吧？我要给你们看，就是我朋友在韩国拍的，他有直接放，他是一个人形，一定是白龙了吧，是不是？所以我就是要把梦做大一点，我想要人形的白龙。哈，人形白龙脸画的不好是吗？好，不管，人就是人形白龙，就是要人形白龙，就是要人形白龙，我来了，开始哦。还是我应该要录影下来，应该要录影，我一边录影好，一边放那个现动。我们正在录影，你们录的影我不能拿来放啊。梦里和相遇就毫不犹豫，蟑螂形态的无脸男。我很不会用的东西。最近老板运气不错，哎，对啊，我可是抽到了那个耶，库洛米。但我现在不知道我可以讲在哪边，加着。啦啦啦啦，录影档的电台。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你抽到好的就是对，好人果然还是必须要靠妈妈，抱歉，我妈的手气，自从以前我爸妈的手气都很好。我小时候我还记得我去吃过一间餐厅，然后那间餐厅就是你只要有点套餐满多少就会有抽奖券，然后他们是每一个月会抽一次东西，然后我们那个月是抽猪，很意外的是抽珠宝盒，然后好像还蛮大的，到现在都还在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大型珠宝盒。然后我爸那时候就教我说，抽奖券啊要揉一揉，
揉一揉的话会比较容易被抽到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家去吃，它是一个月抽一次嘛，然后上面有联络电话，然后结果后来有一天电话就打过来，然后就说我们抽到了那个珠宝盒，然后我们想说哇太扯了吧，怎么那么幸运。然后我们去领珠宝盒的时候，店家说他们那天其实是叫好像也是叫客人抽吧还是怎样，然后那个人就说因为他们丢的抽奖券也有戳，然后他就觉得哎有戳的应该是他的，然后他就拿起来，结果居然是我们的柯南扭蛋。好了，哎，可是我架这个机位，我架的这个机位有点微妙，就是我如果对着他的话，哎，我这样子，啊，对不起，你们当第二现场好了，哎，可是要怎么样架？好，这样看得到我，好，开始哦，对，背景越乱，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这里偏乱吧。好尴尬，哎，我跟你说，自己录影都很尴尬。哒，这次从日本带回来的春日神，那我这次把梦做大一点，我想要抽中人形的白龙，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这次会抽到什么，来喽。高跟鞋，我
我非常的感谢我的朋友，因为我差一点就拥有了两个生日生日。不行啦，握手会面交，我会被赶出去。当，哦，那个大哥跟你亲亲啊，这样看起来好像在猥亵你啊，怎么办？我要来录一个那个，就是他们三个。煮好啦，大哥，而且他还有盘子。我的春日神，河神。好了，优秀，应该会在限动。我如果有剪的话，就会在限动。楼下盘子，你看是盘子，而且哎，它超精致的，它连大根的背后都有哎，屁股，干嘛看屁股？你们是不是很喜欢看屁股蛋啊？是。没有什么好看，他们有办法一起塞进去吗？不行，不行，这一只直接进不去，哎，可恶啊！什么？我在检查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春日神了。但是他们的底座真的是不能拼在一起，我上次已经。意外过了，我原本以为他底座这样做是要让他们拼在一起。好的，开心，不是春日神了，我就说吧，我那时候不是有在限动说第一个我觉得是春日神嘛，所以我就没有把他带回家。很明显，我跟春日神已经熟到我可以看出他在哪里了。大只一点比较划算。对呀，森林少女。凑满八个不可能，他们的底座大小是完全不一样大哎。哦，谢谢小猪。你看，一个超苗条，一个是走高的路线，然后一个是胖，而且他很重，他比春日神重很多。你是不是故意拿比较重？哎，对耶，干嘛那么笨啊？我就应该要。没办法，因为如果想要白龙的话，白龙就是轻的，对不对？哎，这个可以摇出来，应该说不用摇，应该可以拿出重。我是没有摇盒，因为我觉得摇盒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我都没有考虑。所以上一次的春日神就是拿太轻了，那哪一个比较轻？我来帮大家看一下。龙形状的河神形状比较轻一点，春日神比较重一点，然后大根是超重，大根是超级重，然后所以如果应该要白龙的话，要蛮轻的。指点我们如何拿到春日神，春日神有点难，因为春日神反而是在中间的，它没有到很重。如果要大根的话，应该是最重。它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最胖。何望会用无用料件哦。那无用料件的话，打开会是干嘛？就是那些东西要丢掉吗？现在开始练习人体棒程。第一部破百亿票房的柯南电影，灰原哀成为百亿女王。黑铁的这是什么？我朋友传给我。哦，孙庆月，哎，孙庆月这很棒哎，孙庆月介绍了我们百亿女王灰原哀，笑死！我前几天还帮我朋友翻译了那个一篇，就是应该是小哀跟柯南的对话，然后。看着我们两个热血沸腾，身价百亿的女王。左边，这样，开心吧。可是我还蛮喜欢腐败神的，所以如果带一
个腐败神小垃圾回家，我应该可以接受。只要不是春日神。不愧是小哀，没错，她可是我们的百亿女王哦。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了，我都炫完了，还有一双要给别人的袜子。我给你们看一眼，好，葛莱芬多的袜子，就这样。剩食物了，抽盒前先用零，我要用白眼。对啊，就说小哀是票房保证。嗯，嘴巴要死。我觉得没有很好吃的日本糖果。我原本就想说它就是那个吧，你们知道干妈店不是会有那个吗？可口可乐糖，就是橡胶皮糖。然后我原本期待它的那个味道，嗯，但吃起来连口感都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不好吃，我是可爱。哎，小易到底认不认识我？哎，小易常常都看直播的人，不可能吧？小易，你居然不知道我是可爱，是欣然？这个已经有一点扯了哟，这个太严重了吧？完蛋！小易，小易，你每一场都在耶。完了，抓到，这很严重，这很严重，这个倾向这么严重哎！哦，对，其实我只有 I， 柯南真的随便，直接抓，我可是连在 IG 限动都只发可爱衣服的人，要跟大家分享凌云带回来的小可爱。哒哒，大哥！我现在还在思考要把它丢在哪里，因为大狗是白的。说真的，白色的东西在哪里都很容易脏。没错，整个六月底就是交换礼物大会。布丁也给了我，那个欧米亚给也有大狗，但因为现在不在我手上。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插在食物上，挂在包包上面。嗯，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这种串珠的会掉，这种串珠的挂在包包上会掉，我会舍不得，尤其是这次还是别人买的，就是自己买的掉了就算了，别人买的掉了就会觉得很物质，所以。我要想想看，要用什么东西把它改一个吊挂的。你的包包上面已经可以踢足球了，真的啊！哎，不是，布丁的在这。会留下彩虹泪光，跟大家分享我的蓝白飞带上已经有一只了。啊，哎，就可以用这个换呢。直播手术大会，各位见证手术的一刻，我要来了！直播手术的瞬间，而且你们知道吗？我真的对你们不知道，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这么爱三丽鸥啊！你知道到处都是三丽鸥的东西，因为就是我就说，除了林允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人也在韩国。然后他就是只要看到三丽鸥，他也是拍给我。然后就是他真的是超多餐厅都是跟三丽鸥有关哎。手术，就是韩国的追星文化就不能少了三丽鸥的感觉。他们甚至有很多偶像会跟三丽鸥的角色联名。我难过，我也想要，我要抢大耳狗，但是团体里面好像蛮多人会跟我抢大耳狗的，怎么办？大
包起来，因为它是白的，它整只都是白的，它过一阵子一定会灰掉的。有了新的就不要旧的了，当然没有，但是自己买的跟朋友送的肯定是朋友送的比较有意义啊。这就是要跟大家讲交换礼物大会的意义就在这里。当一个东西就算你本来没有喜欢，但是它是别人送的时候就会有意义，是不是？但重点是他挑了我喜欢的大狗，大狗交换礼物大会，他Lenny's 哦 ，Lenny's 也没有不好用，但是我Lenny's 好像收起来，Lenny's 就是我好像把它收起来了。没有吧？啊，这花花最近很流行嘛，就时尚。最近很流行这个花花 ，SHE， 最近很流行。我只是难得跟流行 ，Lenny's 很棒。我还有其他人的欧米亚给还没有送到公司，我快要发完了，但是有很多人最近没有见到面。我买了几条，花花就买了两条，但是因为有朋友跟我说很可爱，想要，所以我在想，可是我应该不会再进化，我应该不会再进货了，因为花花的话，它不能调长度。而且它就只是一个最近的潮流，过一阵子应该就没有了。不是还有人吐槽蓝白不好看吗？是不是有人吐槽蓝白颜色很奇怪？哼，还吐槽啊？你的手机背带有可爱吗？公眼是黑白的，布丁带的。布丁狗党派居然愿意为了我买大河狗，开心，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很明显了吧？布丁想要把我锁进他心里。对，我们交换礼物都是三丽鸥，我这次从日本带的很多东西也都是三丽鸥。谢谢布丁啊，开心啊！一个布丁狗，一个大狗，没错。但是不得不说，我这次去日本，大狗的商品，不是布丁狗的商品不多，真的不能玩了吧？整个 TP 变得哦。正布丁才是去买伴手礼的吧？他有点塞太多了耶！他塞……好可爱哦！这个超开心！对，我还没看，因为我今天才跟他拿到，我们今天见了一面。杨兄，你真的是很不解风情耶，你可以再直一点。怎么可能说它难吃？它长得就很可口啊，虽然我是不知道好不好吃，不然我们来吃吃看。贝乐爷，贝乐爷，你们现在是被影响吗？是在直几点的？好，我现在就吃给你们看。但是布丁好像真的有点装太多了，这一袋超级超重的耶，超满。好了，我来开咯，开箱。我还没有帮他拍照，待会可以照一下已经吃完的他。手速开始。
粘住了，还有那个吗？没有哎，那我应该直接拿。Melody， 看到吗？看到没有电？嗯，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小时候吃那个吗？加的那个巧克力棒的味道，对，化工草莓味加的巧克力差不多，差不多。嗯，基本上说的差不多。哎，有哎，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啊？牛奶妹对不对？看得到吗？这个大反光，你们是不是什么都其实什么都看不到？那因为它快融化了，我只能一直吃掉。看起来又是甜棒。给大家看一眼布丁狗，牛奶妹，不二家的这样的，但是男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然后看起来没有男生，他写说，嗯，哎，你们怎么知道？上面就是写草莓巧克力，上层草莓巧克力，下层牛奶巧克力。不二家，所以这是联名咯。Kiki Lala 是12月24。角色，然后跟下面的回答，哎，原来 Kiki Lala 是12月24号生哦。然后，这是谁啊 ？Tiny Chum，Tiny Chum 有一只很可爱的熊，他的性别是男生。然后大眼蛙，他的名字叫做 G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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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大眼蛙的名字好妙哦 ，Q。卡兹是什么意思 ？Q 代诺卡兹哇？哦，我知道了，那个兄弟树木啊，兄弟的树木是不是 ？Koropi Pikido， 他居然有三兄弟耶！好意外，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叫 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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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然后那个布丁叫做砰砰布丁是吗？砰木砰砰是不是砰砰布丁啊？我记得他的名字很长。然后美乐蒂叫买美乐嘛。大狗的话，我倒是觉得他很正常啊。Cinnamon Roll。蛮好吃的，我喜欢这种化工草莓。本身草就是真的草莓，我不爱。AKB 之前不是代言了很多吃的吗？还有那个味觉糖，有一次也是 AKB 代言的。来，再擦一擦。我下播继续吃。味觉糖本家代言了好几次，我又忘记他怎么念了。Tiny Chum 很仰慕无嘴猫，你说无脸猫吗？谢谢 Jackie 带我去流浪，会很甜吗？蛮甜的，但我还蛮喜欢。欸，我喜欢少量吃甜食，就是，但是我喜欢吃很甜的东西。好赞哦！而且还可以了解一些不了解的三丽鸥的人，谁呀？这些人到底是谁？你看叫出来的 Kiki Lala，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Tiny Chum， 然后带着大蝴蝶结，这么可爱，果然是男孩子。他说他是男生。
然后 Hello Kitty 嘛 ，My Melo 嘛，大眼蛙布丁狗，这里出现的都已经算是知名成员了，是吧？它里面有12个造型的短巧克力，然后一个长三个长形的巧克力。蝴蝶结故事是这样，还有那个双子，那就是 Kiki 啦啦。那请问一下，这我们团体内喜欢 Kiki 啦啦有谁？这个教大家目前 AKB 已经到了第五年了，对我们要有一定的认识了吧？我们都要办一起生演唱会了。谁是谁喜欢 Kiki 啦啦？啊，你们看，大的这个就真的看不到那个Hello Kitty 跟薄荷家妹妹，牛奶妹。哦。Tiny Chum 是因为喜欢无嘴猫才学他戴蝴蝶结，怎么那么可爱？Tiny Chum 吗？有段时间的思想，等一下他本身就是双子了呢。答案是我这边的答案是刘晓晴，但是思雅喜欢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在等一下，我还在含这个巧克力，你等我一下，小安。谢谢小安带我去流浪，但我现在嘴巴里全部都是巧克力。像我之前扭蛋，想要扭到大耳狗或无嘴猫给我爸，结果我也是扭出了双子。那我再看看还有谁会猜谁有谁什么。请问谁喜欢帕恰狗？有看过可乐林，但可乐林在台湾是不是不红啊？帕恰狗是谁？喜欢帕恰狗。把它塞回去。哦，把它撕破了，不用塞回去了。比较少，洛克算是 TP 的成员是吗？喜欢帕恰狗的吴同学，吴同学有喜欢三丽欧吗？好像没有特别。帕恰狗你们不知道吗？卢卡有喜欢帕恰狗吗？可能是我不知道。吴同学喜欢鳗鱼哦，吃的那种吗？真的不知道。林依云，林依云很喜欢帕恰狗。哎呀，你们居然不知道吗？对，没错，林依云也是一个花心的女人，也是个花心的女人，又爱无嘴猫啊，不是鳗鱼吧？是那个吧，人鱼汉顿吧？是吗？他也喜欢无嘴猫，也喜欢帕恰狗。但是帕恰狗在台湾的周边商品太少了，所以他通常只为了 Hello Kitty 着迷。但帕恰狗最近有那个趋势，花园鳗算是一种鳗鱼吗？库洛米，那请问库洛米有谁喜欢？哦，他是喜欢花园鳗，花园鳗跟鳗鱼。你硬要算是的话，也是可以的。有谁喜欢库洛米？其实除了我以外，还有人，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库洛米。但是好像还蛮多人喜欢库洛米的，其实好像有三个，加我的话三个，我知道的话，韩寒其实没有特别为了三丽鸥着迷耶。好像还好，哎，对，晨晨，听得懂的晨晨是其中一个答案，还有一个，晨晨很喜欢库洛米。依林的话我不知道，但是说不定他有，我没有跟他聊过三丽鸥，所以我不知道。晨晨喜欢库洛米，还有一个，
有一个也喜欢，但是他应该不明显，而且说不定他也没讲过。有一个是嗯嗯，但是我有问过，我有认真问过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嗯嗯他其实还蛮多库洛米的周边商品，然后就是什么吊饰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很认真的问他说你喜欢库洛米哦，然后他就说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啊，但就是觉得他长得蛮可爱的，不知不觉看到就会买，然后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就一直买，然后就不知不觉就有点多这样，然后我说啊是吧，重新定义，就是明明就喜欢，但他说他没有啊，就是只是会买而已，嗯，他只是会收集而已，是吗？哦，居然是一个这么嘴硬的人吗？涵涵小时候喜欢大黄哥，然后现在忘记为什么会喜欢了，现在被问到三立哦，对耶，对。我还记得他那个大耳狗曾经有说，就是有人问他大耳狗的日文是什么，然后他回答“歹鹿狗”，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叫大耳狗都会喊“歹鹿狗”哎，是歹鹿狗。有人喜欢卡纳赫拉，嗯，如果你有不要的卡纳赫拉，那个就会欢迎寄给我，我可以帮大家转交。这个有某位同学非常非常的热爱，他的化身就是一只卡纳赫拉。哦，抹茶林桑吗？喜欢卡纳赫拉，但我这一次，我原本这一次去日本试图要想要找一点卡纳赫拉之类的当他的欧米亚给，但是我在日本没有走到卡纳赫拉哎，他没有那么喜欢皮猪，但他很喜欢的是兔子。是吧？没有推哦，蛮好看的，所以就推一下。蛮好看的就认错一下。这么爱 P 柱吗？那对啊，猫彩铃声应该是喜欢 P 柱吧？一人一半。门票很贵，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热爱看展览的人。据我的印象，我好像没有什么跟他看展的经验。我每次看展都是跟别人，就是我有特定很热爱陪我看各种明明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兴趣的展的人。有一个巨大的卡纳赫拉，哦，门票400。还要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朋友突然跟我讲说，他想去看迪士尼100周年的展，但我还在思考要不要陪他去，毕竟我本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没错，我这次就带了奇卡哇的那个欧米亚给我朋友，因为我有个朋友热爱奇卡哇里面的那个栗子头。他说因为他喜欢那个灌篮高手，然后他说灌篮高手里面有个角色跟那一只长得很像。动画展感觉很棒。我再想想，是说我去看展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如果我蛮喜欢这个朋友，但这个朋友跟我又没有任何话题可以聊，我们必须找一个目标去的话就会去看展。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展我超想去看的啦，然后拉有同好的就拉有同好的，如果没有有同好就拉一些人很好愿意陪我去看的，就像上一次咒术回战跟那个火影忍者是因为有同好的朋友。然后我想一下有什么硬要去看的展吗？奇卡哇到处都是，而且整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本以为涩谷街头有那个奇卡哇的快闪店，因为我有看到有几个人是在涩谷拎着那个袋子，然后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嘿，不在涩谷，对，在东京车站，它好像是东京车站那边有一个快闪的商店吧，就是在卖奇卡哇的周边，然后
就很多人拎着那个袋子。对，没有共同话，没有共同话题就去找。对对，迪士尼整体没有爱啊。我看起来像是很爱迪士尼动画的人吗？我其实对米奇米妮都没什么兴趣。对，卢卡很喜欢奇卡娃，但是台湾还没有火起来的感觉。而且我还很认真的想知道奇卡娃到底是怎么红的啊？就因为很可爱吗？一番街很多专门店，太老，你说米奇米妮吗？但是因为接下来迪士尼100周年了，所以最近台湾很多100周年啊啊啊！我之前有陪王一家去看过米妮的展还是游行，我忘记了，很早以前，我们 TP 很前期吧，前两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王一家的生日跟米妮是同一天，然后他说他没有热爱米妮，但是因为同月同日生，所以他就是米妮的东西就会多少去看一下这样，然后我就陪他去看了。哦，东京车站是固定店了，迪士尼。其实看的好像也没有很多吧，迪士尼的动画有哪些啊？那个什么啊？我前几天不是去看那个吗？变身少女露比，然后你们知道变身少女露比里面，其实你们去看预告，这不是爆雷，就是预告。然后预告里面就是有美人鱼的部分，就是红头发绿尾巴。然后我觉得那个政治不正确的部分蛮有趣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其实可以看看。那个政治不正确的部分，就是看起来很明显，梦工厂就是要跟迪士尼打架。欸，我没有，我只有在东京车站买了 Omiyage， 因为我是路过就转车而已。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的政治过于，就是立场过于明显，就看起来就是故意要跟美人鱼战，但是谁也没有明讲。谁都没有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很有趣。就像如果跟这个朋友没有话题，但是硬要一起出门的话，我也会选择看电影。像是但是就我还蛮喜欢我那朋友，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共同话题，因为他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爱好。然后我之前就是只要跟他约出去，就会看各种电影。我们看了好多电影，没什么印象有看哪些。印象中还有那个嘛，模范生，因为他被我吓到，就是模范生是泰国的那个算是泰国的。考试片，那个叫做怎么讲啊？惊悚考试片，对对对，斗志作品，然后悬疑斗志，然后那部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然后对，就是他有没有想过，我看斗志片也可以哭？我跟他一起看《模范生》，然后我还是哭了。我甚至不记得《模范生》为什么会哭哎、欸，怎么那么好哭啊？多地作弊的那个，就是好像是很紧张。蓝色巨星也能哭，哎，我原本有想推荐我有一个朋友有在练乐器，有自己有去看蓝色巨星，然后他觉得还不错，就是剧情比较老套。我原本想要推荐我一个很喜欢爵士的老师去看，但我到现在还没有跟他讲，是不是要下档啊？是不是应该跟他讲一下？我再不讲蓝色巨星好像要下档了耶，感觉他应该去看一下，因为他是快乐。好，我现在讲好了，趁我现在有那个。好，现在跟他讲，我不是你老婆。老师，我要推你看一部电影。如果你最近有空的话，
像快下档了。里面的主角跟你一样，对爵士有超强的狂热。哎，他等一下，他吹什么萨克斯风，对不对？是吗？是不是看完就怕？是吧？是吧？他是不是吹萨克斯风？他是不是吹萨克斯风？快点救我！是吧？很好。他说他萨克斯风的学生一直推荐他看。爵士的时候就像疯子一样就像疯子一样，他就说你知道爵士吗？你知道爵士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吗？就是他的 freestyle 很棒，你可以把你那天的感受跟你当下想要表达的情绪都放进去，就是爵士就是这样，你可以随时的表现你自己，然后你就是哦，你学到了，就是不用管你学到什么东西，你就是把你的情感投入进去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就爵士啊，通常你就是吹吹吹吹吹，然后就开始哦一阵 free， 哇，爵士就是这样，每一场都不一样，大家互相交流，你就会知道啊、哦，喜欢爵士的人就真的是这样啊、哦，对不起，我要说远了，但爵士真的很棒，然后他说。好哦，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某种东西有狂热的人都长这样，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上 Lucky 的课程吗？ Lucky 的课，我们 Lucky 的课程的老师也长这样，就是他只要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练一些可能就是最一开始只是在 Luck， 就是很简单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跟着节奏，然后就是哎，突然一阵疯狂炫技这样，然后我们就，你们懂吗？就是他听到音乐会不自觉的想要 moving， 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说哎 luck， 嘿 luck， 好，再 luck， 继续哦，继续哦，不要停哦，然后就。然后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选你吗？他就会突然开始疯狂的 luck， 就是我觉得对很多东西热情到，就是真的把全身心都投入进去的人，就真的长一样哎，就是你会看到他眼中有光，但是旁边的人就会突然觉得哇哦。那我觉得学 lucky 的人都超。奔放，嗯，之前就有听我很会跳舞的朋友说 ，Lucky 有很多，这个很偏颇，不代表本台立场，反正这是我朋友讲的。他就说很多学 Lucky 的人很渣，可是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Lucky 是一个很狂放、很放克的舞种，所以通常会去跳这个舞种的人，各就是都非常的外放、外向，然后男生又偏多，因为 Lucky 很需要肌肉的力量，所以他们就说，学 Lucky 的男生有的时候就是要谨慎交友，谨慎交友。然后我说，嗯，这还是蛮特别的。我们看老师突然就是开始疯狂 lucky， 然后我们想说，嗯，那个就是对我们啊，就是有点厉害啊，我继续好了，继续 luck， 看来是有故事的人。嗯，我老师只回答说他有空一定会看，快，老师要下档了，很快就可以在 Netflix 上看了。嗯，我现在才找到拉拉哎。我刚有吃掉 Kiki， 真的假的？爱情长跑九年，老师表示下次一定，他可能 Netflix 上了就会看了吧。
我印象中我迪士尼有看就那个、啊、大英雄天团，然后紫特比亚，还有什么？我连奇奇弟弟的动画片我都没看完，我觉得太无厘头了。看着老师，这个倒是没有多想。冰箱奇缘吗？捏做口。冰箱的话可能没有。冰雪，我在飞机上看完了二分之一的魔法，那个是迪士尼的吗？脑筋急转弯还没看嘞。狮子王，狮子王也是迪士尼哦，狮子王也是迪士尼的，有看完。没错，黑铁鱼即将上映了，可可夜总会，超赞，大推。我在飞机上哭的要死要活，都是因为可可夜总会啊，没有。没有，可可夜总会我是跟朋友去看的。在飞机上哭的要死要活是哪一部啊？我不知道狮子王，我知道狮子王是迪士尼，是我没有意识到狮子王是迪士尼。我上次看那个欢乐智多星，有一题就是说，请问百老汇到目前为止巡回最多场，然后就是从之前到现在巡回跟表演最多场的音乐剧是哪一出？可可夜总会真的很好看，而且真的是爆哭哎！题给你们选项：一《歌剧魅影》，二《猫》，三《悲惨世界》《火焰之舞》不是音乐剧，好不好？《歌剧魅影》吗？还是《猫》呢？还是《悲惨世界》呢？还是《菜猫》？二是猫是吧？一是《歌剧魅影》，二是猫。没错，就是只有这三个可以选。好的，那我要公布答案了。悲惨猫影是怎么样？那只猫怎么了？答案就是，答案就是，好，答案就是《歌剧魅影》吧。而且光是来台湾也是《歌剧魅影》来两次，猫来一次，《悲惨世界》一次都没来过哎。但我还蛮想看现场的《悲惨世界》的，《歌剧魅影》光是来台湾就已经巡演两次了，然后也是目前从在百老汇表演到现在最长最久的，主要是因为《歌剧魅影》很早就开始了。看过日本的《悲惨世界》，可是猫我没去到，猜对有没有奖品哦，也没有奖金，可以得到我的一个吻。哦，我也看了电影，但是《悲惨世界》我快忘记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太难过了，我就没有很认真在看那部电影，中间太难过。《歌剧魅影》比较多人看过，而且《歌剧魅影》我是连电影跟现场的音乐剧都看了。没错，一个吻，那爱心是分开的。《歌剧魅影》真的很好看，我觉得电影版跟现场版，其实我还蛮喜欢《歌剧魅影》的电影版的。现场版的话，我觉得那个吊灯真的太加分了，但我很喜欢电影版的《歌剧魅影》。真的假的？小薰，你有抢到好位置吗？没错，《歌剧魅影》是每一个音乐老师超爱播的。我好像，但我好像就看过一次，还两次。《悲惨世界》中间太不舒服了，我就没有很认真看，基本上《悲惨世界》我就是看了头跟尾，我两个都看了，但是《悲惨世界》好像是历史老师给我们看的。但是猫有电影吗？哦，《钟楼怪人》的话我倒是没有看过电影啊。而且我去看《钟楼怪人》音乐剧之前，
我对中文告人其实没有什么概念，我只知道他就是长得就是那种叫做什么，就是我知道中文怪人长怎样，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后来事实证明，我看完中文怪人的音乐剧之后，我觉得这一部音乐剧改名叫做吉普赛女郎。而且就是中文怪人的剧情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他们唱得很好听，但我真的觉得应该改成吉普赛女郎，怪人不是很重要。一点关系，吟游诗人是旁白啊，就我觉得吉普赛女郎是一切罪过的罪过的根源。虽然跟我不能怪人家，基本上是他们这些人管不住自己。三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故事，他是迪士尼唯一绿眼睛的女主角，谁啊？吉普赛女郎。前面一个话题是谁？绿眼睛，吉普赛女郎哦，真的假的？我没有看过电影哎，好看吗？反正剧情如果一样，我应该也不会想再看一次。我真的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就最爱歌剧魅影了，可能东西都有打到我，面具啊什么的。绿色眼睛原本都是反派，只有他是绿眼，他严格来说不算反派，但是感觉又做了一些反派该做的事情。但是火焰之舞我感受过现场，但我果然对舞蹈就没有什么共鸣。我有去看现场的火焰之舞，我吃完了布丁，我就说原来我还是热爱甜食的。我吃完了，打嗝。我天啊，直播吃巧克力感觉可以很好的升血糖哎，我这样之后就不会有那个掉血糖的问题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能够超过他的作品。现在的那个哦，我之前有一位朋友，天哪，我居然不小心把他卡在里面了。对啊，要变胖了怎么办？还有一乐，刚刚那个是 Kiki。 Kiki 拉拉的 Kiki， 我刚刚吃掉了拉拉。对啊，我刚说下播再吃，不知不觉巧克力就吃完了。有啊，我有很大的变胖的那个扣打，我已经多吃了，不行，我在富邦之前不可以再多吃了。我上次被我妈说看起来大腿肉变多了。等猪猪老师说你怎么胖了再说。希望不要有那么一天。我人生最胖的巅峰是46公斤，我国中的时候蛮胖的。谢谢爱叶戳戳我，你的戳，戳戳，基本上戳戳我是，就是都会被吃掉是吗？没有，我觉得他自从这样讲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是真的有胖哦。我觉得至少富邦要让大家看到瘦的我吧，但是我们富邦当天穿的衣服好像也不会太裸露，大家不用太期待。改版以后很短，你说富邦的什么？你说戳戳你是不是？富邦没有裸露，对啊，但是我们穿的就，有人不是会觉得啦啦队要穿的很少吗？没有哦。
么是他的山田君的歌啊 ？BGM 吗？哇，哎，山田君居然出了一大堆 BGM 哎，怎么那么可爱？而且居然还有播出来，现在动画真的是越来越砸大钱了。是不是小易问说有什么最新的动画吗？请问有人有推吗？我虽然没有看什么最新的动画，但是我上一次在日本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一个有感觉有一点点厉害的那个小品剧，很 BL， 在写什么什么男子的日常。对，一到三局在哪里还不知道，但是确定的是表演的话，我是站在观众的右手边，我的左手边。新生 B 小丁，不是男子公关社团。不是穿自己的衣服感觉就不一样，哎，那肯定的吧，哎，啊，上一次在乐天的时候的应援啦啦队是不是就是穿自己的衣服？那次是穿一秒一秒。那次我没有下去跳，那一次我是在下面当啦啦队的啦啦队。思雅自己去的时候是穿乐天，我只有负责开场表演啊，在乐天的时候。哎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往后看，哦，我觉得。有马加奈的眼神好温柔哦，不知道哎，会不会留下来看比赛也不知道，要看当天，因为这不是哦，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哈哈，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谢谢赛里猪猪牛猪。看时间，感觉跳，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局是晚上嘛，所以也还不知道这次会打到多少。如果幸运的打到十一局。男子不是哎，我看一下。
原来是漫画改编真人版。本季有这部吗？不是，那看起来不是本季的。我看到了，而且我看，酷哦，都挤。废柴，请与废柴的我谈恋爱，这部超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的真人版蛮好看的，漫画我没看过的。不行，益生菌你没有，不是益生菌本身就已经没有资格了吧？益生菌这个好。说出来都不冒冷汗吗？你不行好不好？再怎么样也不是你说好。动画是2022年。我还有什么带回来可以分享的东西吗？是不是没有了？而且我要跟他说，这个带食物回来当伴手礼啊，真的分出去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我现在手上一整袋的，我原本觉得我买太多，然后回来分一分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我的那个，哎呦，不好意思，打到了我的那个在地板上的镜子。干嘛呢？我带的。我接下来还要带这个要去公司，迪士尼的，但是迪士尼的东西就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大家可以不用买，但是反正它就是为了迪士尼买的，我想说让大家感受一下迪士尼的欧米亚给，带去公司消失超快的，我带去了一整包，我已经先带去一整包另外一个欧米亚给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现在要再去补，我要再去补货了，然后。我剩下的我们要给看一下有什么，剩下的糖糖。哦，我这次买了这个，很像海煮的东西，在日本很红的这个，蛮好吃的耶。但是这个好难，它就是味觉，哎，它就是味觉糖，它就是味觉糖，它就是本家代言的味觉糖。这个里面有软糖，然后我还生了好几个。你看那个免税袋，我要跟你们说，我买了一个什么？大家可能会很想打我，可是就先答应我，大家不要打我，我要分享咯。我是觉得我妈在我买的时候一度很想打我，但她最后没打。
就是虫虫基本上也会怕大只的天敌，尤其是蜻蜓已经算是昆虫界比较大只的虫了。然后你如果别在身上的话，它就会觉得哎呦你身上已经有更大只的了，那它们不能靠近，因为它们也会弱肉强食嘛，就怕它们也会被攻击。所以听说只要带这个在身上的话，只要虫的视野里面看到大只的蜻蜓就不会去靠近你或咬你了。怎么样？我来听一下红蜻蜓。不是啊，是不是很不错吧？哎呦，害我连蜻蜓都打不好。代价就是你身上要有一只蜻蜓。不会啊，假蜻蜓在身上还不错吧？不可以，切尔东，捂嘴猫的证件夹真的很棒，你一定要买。捂嘴猫的证件夹大概是它的20倍重。二十倍重，它的20倍，它的20个，说不定都没有那个证件夹重。那个证件夹应该比你的包包还要重，可能大概10个春日神。有人生化不同步，那个黄金头是真的恐惧哦，是真的很厉害。我不要，我不要去爬山，我只是担心我有一天会被公司要求要出去爬山，而且我今天出门已经被蚊子叮了，就是因为我没有，一定就是因为我没有别蜻蜓。我应该之后出门都要别的蜻蜓。不行，我拆了就不能送人。我拆了就不可以送人了，我现在还要物色一下要送谁。明天开始带出门带着。一定有用的吧？是不是？新闻报真的有用吧？我知道我会即将大了。Hello， 就这样，谢谢大家。对耶，我比蜻蜓大只，为什么他们不怕？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的蜻蜓，红色的蜻蜓。我不吃草啊，好吧，我看起来就是会动，就是我是移动中的食物。虫应该看得到蜻蜓，就是我如果是穿短裙的话，就要把它别在裙子附近。如果我会吃蚊子，他们就会怕了吗？那我下次这个应该不能试试看吧。这个可能做不到，试试看。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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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拿伴手礼，忘记跟他合照了。我现在没有照片可以发，我现在只有布丁的伴手礼本人，跟布丁的侧脸照。脚链发完了，脚链还没发。哦，我这几天都没有修出照片，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纠结我日本要发什么，日本应该要先发什么，然后如果日本要先发的话，要先修哪一天的这样子。好吧，十一点了，我该念榜了，但我到底要先发什么啊？好麻烦哦，照片太多的困难。好吧，先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可爱的照片。哒啦！我很可爱吗 ？Hello， 分享完了。不要发和服。我的脚链照都没发耶，是不是一张都没有？我只有哇哇哇哇！好吧。那我先去修一下脚链。那可是我现在，请问我现在脚链附图可以发什么？文内容是什么？现在小一的面卡有惊喜，什么时候发？我先想一下文案。哎，我有脚链很多的师傅照，看一下。哦，而且我林婷婷的照片还没发，大概就是这种腿很长的照片吧。然后还有一些有脚链本，哎，脚链本链，还有这种张不开，还有石头上的一碗面，然后跟一些看起来照理来说应该要很漂亮但眼睛张不开的照片，对，就这样。好的，谢谢大家，之后再发。大家，我们念吧。眼睛可以用推的，我要把那个眼膏推高。谢谢森林的啾啾你，超可怕的啦！谢谢粉粉，我们的香槟 level 7-11，不是握手会，其实跟脚链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每一场握手会我也不会。还是大家会想看我穿制服。其实事情是这样，我原本预计的话是这一次握手会应该要穿，就是应该要问大家想看我穿什么制服，然后我应该有好几列要穿制服的这样子。原本预计是7月，你们有特别想看什么制服吧？就是想打哈欠。我有几部，这个应该是看你们。我有几部好像是要看你们穿我喜欢的。脚链的话会变握脚会吗？嗯，就是你还是要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脸上，可能就没办法让你们一直看裸足的部分。而且其实这套制服不是裸足，它是有鞋子的。嗯，确实的，看他们，哎，没有包子，你也在里面，看你们，看你们。但就是你们，我很蛮好奇，你们有没有想看我穿什么制服，或者是 uni 裙，还是什么之前的表演服来着？你们没有要裸足，我会太矮哦。
说有人要惊喜，好吧？但我目前为止的握手会应该都还蛮惊喜的吧？那是那些那天，他完全没有办法讲出来你要什么，可以许愿。我的师傅。好，也是可以，除非我变成虾虾，我不要，我不可以，我不想要当那个熊熊的虾虾朋友，熊熊的虾朋友，没有机会，再也不会有机会穿那套了。去迪士尼的朱迪可以考虑。反正我会努力一点，就是不止大家要努力，我要努力一点，因为听说就是我要努力一点，益生菌会来握我，对吧？好像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会努力一点，让他有机会尽量可以握到我，就是从早到晚，我看我可以就是握几步就来几步。接下来就来看看了，如果有办法的话，对，他要先走进队的列哦。这个应该不知道对于现在五年后的他有没有太难，是不是？哎，我对 OL 真的没有向往，但是不是男生对 OL 这个套装都很觉得好看？说不定他没走错，但也不是你。谢谢包子的安慰，我很好。等一下看太多是什么工作场合看太多吗？嗨呀，好，我要念榜了。反正呢，握手会我会努力的啊！大家如果有想要许愿的衣服的话，也可以先跟我讲啊。我看我之后应该会开一个问答箱，但我主要是比较好奇大家有没有想看我穿，想要穿什么制服，或者是 reset 的里面的衣服、uni 服，或者是手牵手里面的衣服，但是只有我穿过的才可以穿。简单来说，就是逆转的王子殿下我就不能穿。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我有表演过的歌曲。真的吗？那如果包子这次有握到我的话，没有，开玩笑的。森雪，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森雪也只拍过蓝色啊，我也没有拍过那个粉红色的。什么什么？我那么香，怎么可能臭？要表演，原本的规定是要表演过啦。哇、哦，这个翅膀好像小翅膀。我有翅膀了，我会飞，哈哈哈，我会飞，应该可以啦。就是如果，我可以问问看。
有眼睛哎，他的眼睛是这样。要怎么样变成这样啊？要怎么样那么邪笑？眼睛要怎么样变成三角形的？好，随便，就这样。大哥，你也是学妹，呜。好，首先我要先跟他一样胖。那时候但家电梯还瞥了小陈一眼啊。但是大根神是好人呢、欸，今天的第14名，谢谢今天的第14名小猪。三角形的眼睛难道是三角形的吗？三角形，好，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好吧，论盘子的话，感觉你们要抽到盘子才合理。而且它有尾巴哎，它跟谁有尾巴哎？好酷！谢谢今天的第13名，哎，今天第13名是。今天的第十三名是夜空树盖。我没有这么认真看过，而且是不是动画里面没有大根神的屁股啊？我们有看过大根神的屁股吗？哦，我今天跳出通知说那个8年前。我发了一则动态，是说那个我第一次知道霍尔的声优居然是木村拓哉。原来8年前，我现在正在迷霍尔，帅气的霍尔来着。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他还是逃不过霍尔的手掌心。但是我这次很克制，我这次没有去那个吉普利，我没有去买东西。我跟你说，我上一次看到那个有一个图文作家就发说他买了那个卡西法，我觉得这个很可爱，这个过程很可爱。就是我没有追那个图文作家，就是跳到我的页面里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很喜欢卡西法，然后在日本的吉普利有卖那个刺绣的卡西法包包，是那个帆布袋，然后他就说他有一次去咖啡厅画画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女店员就是主动来跟他讲说你的卡西法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那个女店员就跟他说，就是他看完霍尔之后真的很喜欢卡西法，然后他就说所以他常常就会跟自己的，他就会叫自己的心脏叫做卡西法，然后他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今天的卡西法也是蓝色的呢，这样子。然后那个图文作家就说太可爱了吧，我的卡西法今天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卡西法快要死掉的时候会是蓝色的，就是它的火快要熄灭的时候是蓝色的。我觉得跟自己的心脏对话很可爱耶。我的卡西法今天是什么颜色的？它现在被蓝色盖住，它可能是蓝色的。是不是？我觉得我看完之后也觉得好可爱，我想要知道是哪家咖啡厅。但是我那时候有看到那个刺绣包，但我没有买。笑起来！哎，我前几天听到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很棒。就是他就说，因为我这次段考考得太烂了，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就把我的《博人传》拿去烧，哼，笑死了，那东西根本燃不起来。笑话都
都不是呛人的啦，贝克爷就是纯粹笑。没错，很多人是抱持着对于火影的支持。可以当太空船材料了吧？今天的第十二名，今天的第十二名是，好，等一下哦，我们距离下一次直播呢，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阿月，阿月，阿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阿爷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当，哇，我这个用尽感情的诠释，大家觉得怎么样？最近 Fruity Zipa 是不是有一首歌跟生日有关啊？对不对？我这唱的全是感情耶，是这个吗？最近红的那一首叫什么？不是这一首。然后这一首，最近他们有一首新歌，我跟罗瑞停拍了，但我还没放出来，因为最近影片太多了，我过一阵子再发。是不是这个破音太完美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啊！好好学这点，我看一下那首叫什么。这种。有追水果团吗？你有，居然都没有吗？好吧，阿月生日快乐耶！那我要。一句，其实我认真的发现 ，MC 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跟什么星座不合吗？虽然没有到不合，但我身边好像真的很少巨蟹座的朋友哎。而且意外就是我发现我跟很难搞的摩羯座好像还蛮好的，然后。就是这件事情我很意外，狮子座不错，狮子座是真的还不错，因为我也是算是月亮狮子，所以就是摩羯座不难搞吗？摩羯座有时候蛮难搞的吧，很难沟通，但是我跟狮子座不错，是真的不错。然后摩羯，我是觉得摩羯对我来说还蛮好懂。但是有些人觉得摩羯不好懂，然后
还有什么相性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是林于心绝对不会哭哭，他知道他自己他非常认得清他自己。哎，金牛也还不错，我跟金牛可能不到 best， 但是也都处得很不错。然后水瓶的话要看状况，水瓶对我来说很极端，不是很喜欢就是很不喜欢。平常也是摩羯啊，陈夏是金牛。射手座其实女生，射手座的女生，我身边好像我想不出来射手座的女生。射手座的男生我好像求学的路程上面遇到比较多，射手座的女生。双子我很喜欢双子，但双子好像不会，双子不会主动接近我，但是我很喜欢双子。射手座的话基本上就是对很善于交朋友，射手座不管男是不管男女都很擅长，没错。怎样，你要说射手座就是会主动搭讪人吗？是不是就是你叫金鱼双子，但金鱼双子不是双子座，你是内敛射手。没有，俊哥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内敛。双子对于狮子其实不是这么的爱，子萱是射手哦，子萱也是社交型人格。他其实刚进来的时候蛮害内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他真的是 social 卡。射手，我觉得你喜欢天秤，真的。人豪是双子吗？双子要看遇到哪一面。喂，射手，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那位仁兄，老大是不是射手？哦，射手，老大是射手，老大是射手，嗯，但老大没有很射手，老大没有很射手是真的，但是他是射手座。等一下哦，他刚好问了我一个问题啊，我需要思考一下再回他。我要干嘛？我们很不熟，你说老大吗？因为我没有意识过他是射手座，他比较摩羯座，他的个性很闷骚，然后很不外向，然后很不social，卡。好啦，我要念榜了，今天的我们我们刚念到哪里？十一，老板直播阿里嘎多。子女跟我的推门，除了命中注定，我想不到其他的词汇了。跟美玲同一天生日，姐夫取的名字还带雅加恩，真的是太巧了。7月1号的活动加油，虽然我没办法到，但我相信我们其他的酱油大大一定会到现场给你加油打气的。OS 路由，阿里嘎多，我会加油的，但是。听说我们有被下马威，就是听说啦啦队真的很累，所以呢，我现在要先跟他讲说，就是我前面一定会很嗨，就是我前面一定跳得很开心，这是真的，就是啦啦队本来就很活力嘛，但是呢，基本上我本人的这个续航力没有很好，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可能第一局很嗨，第二局、第三局可能会开始逐渐掉电，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我如果要拍的话，就把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尽量先拍二三局，我不确定，就是前那个啦啦队副就 Angels 跟我们讲说要好好的分配一下体力，然后
可是呢，我是觉得我不太擅长分配体力这件事情，所以我前面可能会很开心，但我后面可能，我后面一定不是不开心，但是我可能会逐渐下线。所以啦啦队的话是一三局跳啊，跳完之后就是等到后面九到十吧，对，进攻局。所以我在想，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火力全开一局是有可能的，大家就是当天如果觉得面面状态不好的话，就是他累了。好的，谢谢勇哥。今天的第十局，不是第十局，第十名。没办法，直播辛苦了，希望后天能够抢到票，期待一起说演唱会，后天开抢，大家加油！3500的票。2800票，3500，看我看大家，他们刚刚觉得他应该还是要抢座的，所以大家抢起啊！谢谢博晨，加油！这个抢破头三创位置肯定是不多的呀。今天的第九名，面面直播辛苦啦，祝你开球顺利。我要练一下我的臂力，希望能买到演唱会星期六的票。礼拜一没法请假，看不到星期日的场了。好吧，好像已经很多人跟我请假礼拜日了，怎么办？礼拜日是30号，对不对？好像已经很多人跟我请30了，不知道。好吧，但是至少要看到一场，两天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但就是，反正就是好好把握能够最后见面的机会。不是我，我是说就是大家见面最后见面的机会。现在讲话都要非常的小心。好了，谢谢我们的第九名。有哦，我是非常的小心说话，小心说话。今天的第八名，今天的第八名，因为直播辛苦啦。昨天7月公演本来没有抢到票的，我一张都没有买到，后来还好收到一张梯组的票，可以去现场看面面啦。面老板辛苦了，早点休息哦。我们手牵手见。我跟你说，这手牵手也是一场激战。我有看到哦，因为基本上倒数计时，然后我都跟我的朋友们讲说，其实公演还蛮值得看的。我觉得对朋友来说，演唱会公演比演唱会精彩。老实说是真的，就是因为公演是有起承转合的。可是，然后我就说他们要好好抢，因为只剩下最后两场，7月跟8月的会有一起生活。所以我现在就在抢破头，哈哈哈哈。这次对啊，我觉得第一次看的话，公演绝对比演唱会精彩，因为演唱会里面有很多需要共鸣的时候，但他们比较难。谢谢天灵。哎，但是阿弟看完之后，他跟我讲说他比较爱 Reset 的歌。可恶。就是他看完手牵手了，但是他说他觉得 Reset 歌比较对他的胃口。这次不会去，结果抢到4张，哎，你很厉害耶，抢到4张。老大没有看过 Reset， 他只看过手牵手跟演唱会，然后他觉得看不太到我。他说他在的位置看不太到我。但是他说他觉得蛮精彩的啦，就这样。哦，之前来过了，他位置不好，那就是不够幸运，我也没有办法喽。好的，今天的第七名，今天的第七名，面面晚安。恭喜抽到了玉白神，原来他有名字啊！玉白神，应景头像来个齐天炫定的春日和牛，不行，我要截图。
吗？我没有，我也只是要把它截下来而已。舞蹈动作多，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reset 基本上舞蹈动作比较难，然后舞感也比较重，就是歌曲的舞感比较重，所以它比较爱，其实还蛮合理的。贝乐演的头天很好笑哎，好，春日和牛，今天的 EP46，湖中女神孟浩然哦好，孟浩然不小心把花束掉到湖中。湖中女神问他说，你掉的是金花还是银花呢？孟浩然忍回，还来救菊花。哇塞，孟浩然是真的很冷回耶。这个让我们谢谢孟浩然，诗情画意，谢谢谢谢 A5 和牛哦，不对，谢谢春日和牛，这个质感都来了呀！我们送孟浩然，是，对啊，对我来说应该要念环吗？我刚停了这么久，我就是在思考，我应该发环还是还？还对不对？还，还来，你还来。应该是还，两个音都通。说文解字说这个字是形声字，本作还，还复也，有再又的意思，行行复行行。但这里有再来又来，解读为归来的话，意思上叫不通，所以应该是环比较有韵味，但是意思的话还是要解释成再来，它的意思比较接近海的意思，但是念环好像比较对，是吗？当成一般的海来，就是它如果在整个诗篇里的话，意思其实解释做海这个读音的意思比较对，再来又来 again 的意思，但是念成环好像比较有韵味，发音不一样，意思不一样，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还的意思，还还再来归来，因为他说还比较像是回来归来归还的意思。但是我之前没有认真读过这一篇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不还。我那时候是念还，应该是还。好吧，反正就是念还就对了。现在网络上叫我念还，那就念还咯。我记得是还，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野木，小野木上一次说他是读什么的？小野木上次说他是读什么的？我们这边是不是哦？国文老师叫海吗？还来就来，但要跟女神说的是还来。反正这个笑话里他要念还，还来救菊花，对吧？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读月乐不如众月乐也是啊。啊，我说的是万金威廉，糟糕了，万金威廉你在吗？没关系，我们都念 IKEA 就好，就念 IKEA， 就是哦，高高念海哦，不同界，哎，就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教要讲前车之鉴。
但是后来我上网查之后发现很多人说要念前车之鉴，但是我们老师那时候有特别证明要念前车，然后我想说到底谁是谁。然后还有刚刚那个就是也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还是很多人会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但是我们的国文老师也要求一定要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说那个嘛，邂逅跟邂逅，那是之前跟现在的教法不一样，我们是要念邂逅。哎，糟糕，我会摇了。等一下，我们是要讲邂逅，我们是要讲邂逅，我们这一代要讲邂逅，然后我妈那一代要讲邂逅，是吗？对对对，你看独乐乐又来了，我们的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又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就是我对我这一届念邂逅，但是我妈那个年代好像是念邂逅，因为我们还会真是吵架，还有前车之鉴跟前车之鉴，她觉得我故意在咬文嚼字，然后到我们老师也要求读乐乐。Costco 读乐乐不如中乐透。邂逅倒是我念书时都是一直改，不用太在意，反正古人也是会念错了，错久了，其实现在很多中文字也是错久了就是会变成对的。中乐透的就是比较好，但中乐透的人不一定有朋友嘛，对不对？是不是？好啦，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国文老师，谢谢贝勒爷挑起了我们这个读书人需要勤学。我们刚刚不知不觉就开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读书会，特别的感同身受，就是大家彼此交流自己的知识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环节，厉害了贝勒爷，上到一门。新的宗教战争，果然在这里都是读书人啊。下一位读书人是谁呢？今天的第六名，22号见，希望礼拜五可以顺利的抢到票。我们22号见吗？菲菲微微，我们7月1号见不到是吗？居然见不到吗？在球场上，我们却没能下见。好吧，那我们22号见。耶，周六场。但是因为其实我也在想，对现场观众来说哪一场比较好？就是我有朋友问我看哪一场比较好，是不是？但是大家这一次都还是抢周日场，对不对？所以我朋友也是抢了周日场，因为他是周日，他比较好找朋友去。两场都好，7月1日看转播。好吧，我们22号见。对啊，我说公演。可以看到我都很好，因为之前也有现场转播的那个公演，然后现场转播基本上是会比你们比较远，离你们远一点，然后也需要顾镜头。演唱会的话是都有是吧？都有转播吗？转播可能会打，对呀，啊，但是还是抢了礼拜日的。今天的第五名，今天第五名，嘿嘿，乐喜欢你啦！好久没来直播间啾啾面了，你看你太久没来啾啾啾，现在变得有多丑，是不是真的丑？哈，上次面直播我有事忙错过了，难得快乐就我生日的说啊，盛宇，7月公演都快到，把愿望留给希望抽到好的位置，会不会太浪费？不会。基本上公演呢是不是好位置真的会影响你这一整天的观看的感觉啊啊啊，还有一期生演唱会抢票愿望不够用啊，哼，但最后一个愿望呢是希望面可以身体健康，继续带给大家活力满满的跳恩。祝摄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起来，各位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点，来，小号吹起来，萨克斯风一起来。每个都可以实现，然后这个幸运女神加持一下，希望你这次的公演可以抽到非常优秀的好位置。哈，我们这个终极系列的甜点战士应该是非常有加持力的吧？啊！国王大人加油，广州国王，摄影加油。那个一直有人说怀疑我们在偷凑终极铁科人，真的没有啦，就是潜移默化的胃食道逆流攻击。我是马德莲，但是我那时候头发好亮哦，好金哦，我的天哪，我的战力指数狂飙，战力指数在飙。好了，今天的第四名是谁呢？是谁？今天的第四名，老板说我看别人这件事怎么想都没道理呀、啊，是不是有人偷告状？来来来，你握手会来找我，我告诉你，我好像在老板去日本的时候去了一个会员抽选的活动。好的，我在球场会乖一点，可能因为这个月少看两场公演，所以这次球场特别执着。总之我尽力啦，周六见。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名。小安，我是醋坛子哦，你要记得哦，这件事情是真的哟。你各位在座各位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醋坛子哦，打翻了就哄不回来了哟，打翻了这个就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哦，就真的回不来了，哄不好了就不会再爱你了。这个我跟你说，爱会消失哦，爱会消失的哦，你们知道吗？破掉的镜子我们就没有破镜重圆了，你知道我的卡西法就只有一个哦，打翻了拿吸尘器就会进垃圾桶，大家知道吧？我真的是醋坛子哦，很大一壶的那种哦，你们就是要好好听进去，我没有，现在没有在开玩笑哦，我的脸看起来在开玩笑吗？你不去吃一兰我会消失吗？没有爱没有关系啊，我也不爱你，讲的好像我爱你一样。哦，那个哈，春日神有三个，没错，我现在有一位春日神还在别人家呢。哎，我今天吃一兰，好吃吧？我爱你吗？我爱你吗？我没有在开玩笑，劝大家最好是清楚一点哦，我是醋坛子哦，大家不要哈。平常没有在表现我吃醋的劲哈，大家知道我一旦吃起醋来，大概就没有下一句话了，知道吧？大量春日神出没。好了，双位飘出来了，双位飘出来了。我见过他妈妈，嗯，他如果愿意带妈妈来看公演的话，就见过。好吃好吃，因为说好吃都好吃，我就不懂为什么大家一直说那个。依然不好吃，我觉得依然真的蛮好吃的啊。好，呱呱呱呱呱，小安不要怕哦，我就是跟你说明一下，我是醋坛子而已啊，你注意点。没事，我不会凶你的，我跟高高说的不一样，高高说我很凶，但其实我没有很凶啦，就是是高高对我有误会，我没有很凶。等等，我把整个
人塞进去。才没有呢，觉得委屈哦，我们不委屈，就一点点胸，一整个宇宙。哎呀，天宇到底是抖 M 还是怎样？天宇刚来的时候有被训练成这样吗？感觉天宇刚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里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到底，他本来就坏掉的是吗？嗯，没关系，女生都喜欢坏坏的，可能坏掉的也可以吧。他是天生的哦，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欺负他是好是坏，但感觉他下一句应该会说：“快点欺负我，快点欺负我。”嗯。是有一点语出惊人，老板快点欺负我。好的，今天的第三名，他刚刚说被骂得好开心，真的吗？高高下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会拿起我的扇子了，对吧？我没有要施压的意思，真的不拿也没有关系，我是认真的，只是我可能会看着。跟你说嗨，高高又见面了。没有，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开玩笑的。那是当然的，而且神推在眼前。我觉得高高很厉害，就是神推就在眼前，你还有办法分心看我，算是非常的有礼貌了，很 gentleman， thank you。 我的普通施压。今天的第三名，还以为你没看到就算了，居然来个回马枪。哎，我好像经常在益生菌这里回马枪，直播前有了这个念头，想说如果今天提到握手会我就讲哈，没想到在结束前居然真的聊到了，这次不会看错了是吗？如果你有那部我有那天，益生菌啊，我会努力哦，我如果开到第九部第十部的话你就要加油哦。啊，我会加油，你要加油哦！谢谢益生菌。但是我觉得第九部、第十部可能吃力的是你们，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数掉。就是尽力而为啊，想要见多少就买多少就可以了，就是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也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就是等一下，十二部的部分我是不是没有办法休息？就是大家真的不用，就是为了那个，就是说啊，上次有几步，这次有几步，这样子扛下来，就真的不用，就是真的只要想要见多久，有什么想说的话，你的时间够就可以了，这样子，对，就是不要太执着。重点是日期哦，已经公布日期了吗？请问握手会的日期公布了吗？还没，好吧，什么都没说。日期很重要，日期很重要，是不是？连有没有握手会都没有说哦，连握手会都没有说。嗯，搞不好没有握手会，不无可能。只能说最糟的情况下不无可能，是有可能的哟。我不知道。好啦，那我要继续念榜了。今天的第三名是益生菌，嗨嗨，不无可能跟不可能差别，绝对不可能。我要被补课喝单，为什么？你说大量取消订单吗？我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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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薛定格的猫，还没有真的办握手会之前，都不能说绝对有握手会，对吧？今天的第二名。啊！有人去拍了耶，而且还坐在手扶梯上拍，是吗？再给我五分钟找一下梦境。直播辛苦了，之前回顾的时候带了很多食物，薯条三兄弟、香蕉蛋糕、青森苹果派等等。竹凡不及贝仔，好的，居然用竹凡不及贝仔形容自己的伴手礼吗？每一样都是我爱的，跟你一样有够甜。你确定香蕉蛋糕你爱吗？下次回国的时候再来尝试一下香那个哦，那个谁。林逸云意外的喜欢香蕉蛋糕，这件事我很意外。好，哎，这个下次回国的时候再尝试一下乡土伴手礼，肯定会蹦出新滋味的吧？顺便也帮你带一些吧。哎，最近在乐淘促销，一日东京来回。可是，一日东京来回真的，它就算再便宜，我也觉得一日真的那个内心好矮牛哦，就是太玩的太不够了。就没有办法稍微休息一下的那种感觉，一日大阪来回，一日名古屋来回，该冲一下吧，我是准备冲一波的啦，一直都塞着你的哦。还是我真的要一日来回塞一下，就是那种礼拜一放假之类，礼拜日放假，礼拜日我们是不太可能放假，只有礼拜一公演完结束礼拜日，然后礼拜一飞。好拼哦，红眼会很累，回来再休息。一日体验坐飞机是很有可能。去机场当免税店代购啊，我这次就去机场。其实去免税店也赚了，满腔热血。而且你看哦，一日来回，你登机前两个小时又要到。所以等于说你真的是24小时全部都浪费在坐飞机，然后下飞机之后开始走，买走，看，买票去玩，玩，然后啊，赶飞机，然后提早两个小时到机场，等，然后买，坐飞机，这样子。对，我没赚，我都发掉了，我是真的发掉了我所有的食物。刚刚那个是我剩下来的三包。好的，今天的第二名，谢谢富威姐姐。我在想啊，我要给布丁食物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微妙？他也从日本回来，我看着那包食物，然后再给他的一包食物，真的是交换礼物大会耶！就是交换了日本回来的礼物，交换食物大会，我今天的第一名，今天的第一名是你们直播辛苦了，这次成功四场全餐，可以换拍立得了，希望好好可以抽到我的拍立得，希望可以换到妹妹的，哈哈。接下来要抢一齐生演唱会，要抢第一排，也要两场，难度是非常的高啊。结果还是被说服了，买了 A6 的位置，礼拜六见了。礼拜六见了，礼拜六是这个礼拜六吼 A6 吼，好的，我们礼拜六我会加油，蓝色狂潮，好，我要加油。首先我要先把所有的舞蹈动作都记下来，谢谢好好。好嘿，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我要绑什么头？我要什么头啊？不知道，应该是双马尾吗？不行，双马尾的话，泪子应该会绑。我在想，我
我要猜啦，蝴蝶泉。不会漏很重要。呛死很累，而且呛死听说有跳过11分钟的。我们的那个 Angels 前辈们跟我们说，呛死真的会很累。然后这首歌差不多到4分钟的时候就开始会死掉。我觉得我得加油。好啦，就是我会加油的，所以大家要来见我哦。这首就当晚安曲好了。啊，我喜欢啊！我要跟你说我最喜欢的歌，这个啊，等一下。但是因为我现在都还在记，我在努力。哦，我觉得王振堂的应援曲很好听，棒棒糖。加油！这么激烈的王，我来看一下。球员的歌曲，王胜伟的，但是王胜伟那天好像没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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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我突然在这个找不到。对，就是我觉得小勋那一天会百感交集，因为那天是跟乐天打。哒哒哒哒，我现在在找那首歌。小心加油，撑下去。大家平常有在看球赛吗？周家乐的，哈哈哈，没错。还有分裂的手归要。换位哦，在哪里？在哪里？超强一级，这个吗？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王以诚一棒就达成，这个很棒。我觉得我自己有那种贪。电吉他的感觉。我现在
家很努力在记所有的应援。望一成红，棒就开红。一成，大王一成。还有什么？超那个一棒。我要努力记得。有认真练习哦。一起冲吧！冲吧！一起冲吧！好了，大家七月一号见，拜拜。小心，你当天要忍住哦，你当天要忍住任何呛虾的那个冲动哦，小心要忍住哦。拜拜，大家拜拜。西游西游，机车吧，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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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冲锋曲我记得也蛮蓝的，噔噔噔噔，武装。好了，大家拜拜，晚安晚安。好叫，噔噔噔噔噔噔。放放糖，放放糖，我爱黄正堂，黄正堂，黄正堂，正堂是我。好了，大家拜拜。See you。拜拜，吼吼吼吼吼。西游，我已经一直说西游了，但我还在练。